拜送丹国王苏家，率将献礼参见国礼王。哈哈哈！王帅免礼啊！犹如各位一路奔波，又温暖的南疆，原来寒冷的北京啊！南国王处欢心意，实在令本王十分感动啊！大王，讲到心意，南国王特别吩咐微臣带来各项的宝礼，还请大王笑纳。南国王太客气了，来者是客，又何必多礼？这，哎呀，七宝转身板，九龙八药品，八尊金秀道啊，这岂是宝类啊？罕见珍宝。真明辨礼尚往来的道理，也不过恐惊轻转国之令，也提不出花钱的宝物啊！依本王判断，南越王是不是另有特别的千金哇？大王英明，南越王久仰国礼，依佛法治国，本次各一项的宝物，主要希望请回三本经典。哦，五十项的宝物，只为了换回三本册。王希望本次会当请回天台山地价大师所开始的资论教诫，尤其是发化文具、发化现义以模糊之观这三步，想不到竟然是这三步。大王啊，佛陀开眼，一生义。想我妙三味，笔文会理，小细理，金典银理难比拟。中土因为战乱不止，甚至污蔑佛法的灾难，所以南国王不断天灾害我，寻找宝贵的天台教典，请大王慈悲，同意将原经典还回国清寺的千金。这，同款身为佛弟子，南越王护持佛法的心意，本王何尝不能理解呢？宝殿蒙心。
情书在恋爱呀。实不相瞒，地家大师贵为两条国师，也是本王非常敬仰的高僧。天台山大宝，更是方式珍惜的宝典啊。众卿，不知各位意见如何啊？大王，我反对。既然中土列条唔捌珍惜，搁再送回去，又搁有啥物路用？夸大其词。好咯。王赛，请勿见怪。众卿只是表达无同款的意见而已啊。毕竟天台教典，确实是国家之本啊。但以为拢有道理，杨哥，经典返回国清时，苏玲新就的人天力应，更是不可思议呀、啊。天台心定传承定，十五代祖听观音，禅经教本六相因，妙化莲台菩萨心，妙化莲台菩萨心。目前天台宗的传人聚集上师，禅定高深，而且受到咱越王的肯定。就是再配合本力教宗，即花花思想定能快速传播出去，普利天下众生，万万不只是中土利益啊！王赛出言甚妙，只不过此事既关乎佛教兴盛，又牵涉着国家利益，请王赛静态恢复吧。感谢大王，恳请圣传。退掉，恭上大王。就是这件代志，事不能为难啊。相思，你对地价大师以法华思想上研究，不知你认为如何呢？现在，地价大师的风范是流芳万代呀、啊。所见，当然不能和王赛将经典带回啊！哦，禅师嘛认为，国之宝典不能轻易将酒酿人心。非呀、啊，
是大王应该加倍诚意，派遣国里使节团，用上亲近的礼仪，贺上天台三大宝，重返天台，国平西啊！什么？唔那爱行，还要遣使亲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生清酒，一面香啊！天赛青山，归心上，万千不忘心头涌，洁白相思。地家大叔李世人尊称东土释迦，用温柔的思想体系帮助佛教在中土扎下根基，而且以普天南北尊重各派，其贡献是不可思议呀！确实，天台是中土第一宗，连贯在北边的五国。也深受恩惠啊！也毋过，大家烦恼一旦中土中邪经典，未来国力增加，恐惊的威胁就本国啊！大王无需要担忧，因为众神的烦恼根本就不仅存在啊！哦，请禅师说明啊！大王，因为真正的法华妙境。根本就不在经典的文字表象啊！法是心法啊，实不相瞒，若是无地家大师的境界，就连冰晶也无法圆融法华之理。凡事难明佛意，尤其在必将物质之上呢。言之有理啊！原来本王对于经典的执着，是一种根本上的错误。就如同今日，本王嘛是前来借用你的智慧，你不是到主库中找答案？现在。动物的看来是本王以众神将一件清净的佛事想得太复杂了。大王，若是愿意采纳冰晶的修法，请温尊冰晶随使集团赴京前往。若是出生会当在天台山国清寺占用法华风采，出生万万爱。唉，又是一件本王上烦恼的代志。天台啊，天台，你的风采究竟是有偌尼啊不可思议呀？
雄心。帝官上书，本王就来请你率领高丽使节团，赴京前往天台山，愿帝者大师的决定功名，照片顶谢。谢大王恩准，并正定不负使命。感谢你亲自护送天台教典，一路辛苦了。苏神客气了，会当在有生之年来到天台山，占用大师威风，搁较侪言语，嘛无法形容这份感动啊！为着望天护佑，地者教德，经济民心，文皇亲皇，大所为愿，建设国清，德满天下。地者教德，德满天下。莫待衰条。一统中土，终结三百多年来的乱世，帝者大师重兴佛法，整合南北各派数代的分歧呀。一王道，一佛道，齐心同进，完成建国。
英雄的海莲大娘。大嫂对丁有许多恩情，对百姓有教化之恩，对佛教有建基弘扬之功，初得初因难以为报。成国即清即弘化，庶民国清新，应召大嫂为扬弘化。应召大嫂为扬弘化。应该都要以重生为念，解脱为志。为什么要互相刁难呢？请问这位三明是何人？你讲地开吗？